嗰、那個好似唔錯喎，望下嗰邊嗰個啊，嗰邊啊。哇！哎，完全唔掂，唔得唔得唔得，買嘢飲先啊，緩和下氣氛。今天晚上，我看我們要交白卷喽。哼，庸脂俗粉，我志不在此啦。那你志向会有多大哟？琴棋书画，样样皆精，闲时咧仲要同我研究下天文地理啊。巧了，最近啊，我遇到一个妹子，超棒。有几好啊？我嗰个啊，天真活泼，精力充沛，陪我打通宵机咧，都唔会嗌眼瞓嘅。我觉得吧，妹子最好的还是温柔听话的。温柔听话，我都唔错嘅。人生满希望嘅，去搵个地方坐坐吓，可能有机会嘅，再睇睇啊。哎，有杯有杯有杯，哎。看这里有啥？真妹没有啊？没啊，好妹啊。真妹啊，有没有啊？靓女。哦，哎，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啊，咩噶？你黑色裙嗰、那个跳舞气势劲嗰个，太胖了，不适合我。肥肥乜嗰嗰个啦，我觉得嘛吓 ，OK 吗？不好看，不好看。哎呀，人有三急啊，失步一阵先啊。啥？人有三急啊，失步一阵啊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好，你玩你先。等一下，美人有冇挂住我啊？真系一日不变，如隔三秋啊！别来无恙啊嘛！冬天嚟咯喎，天气咁冻，仲着咁少衫嘅你，小心冷亲喎！ごめんね、ちょっとだけ待っててね。なんですか？咁快傾完，啱啱先開始傾嘅喎，去邊啊？啊？我也很想你啊。哦，我超想你的。お待たせ、ダーリン、今日は会いたかったの？嗯 ，baby。无耻之徒，居然够谂做出勾二嫂呢大胆行为，神经病啊！哇，仲咁蠢，使唔使一拳打落你块笑啊？你个死仔包啊！你有冇人性啊？咁无良嘅事你都做得出，你真系丧尽天良啊！你知唔知啊？嗰、那个系我女朋友嚟噶。在你平时打机，真的变了，你真的变了，你要想想，我现在没有女朋友，因为是谁，都是因为你，你知道吗？我长这么帅，外面会有人不会喜欢我吗？啊，都是你啊，你到现在都没玩呢，你说你要玩游戏，我就来陪你，是谁？但系你仲同我争，你现在这种行为，对得起我吗？你对得起我吗？二人ともお願いだからもうやめて。あなたたちに会いたかった。だから驚かせようと思って内緒で香港まで来たの。ちなみにもっと大きなサプライズがあるんだけど、これからは龍が如く6で仲良くパーティーショットできるね。登場会が何かの理由で俺の身内に手出したんだとしたら、その時は容赦しねえ。あなたはあの秘密の核心を知らない。そこをどけって言ったんだ、この野郎。一生懸命頑張りますから、お願いも聞いてあげようか。